天道藏私生子为报胆 GMO 假太子身份曝光，爸爸竟蹲牢狱30年。三立最新复仇八点档大戏《天道》热播中，邝明杰是小三上位，日前被老公前妻林秀玲的女儿黄萱揭发恶行，邝明杰被婆婆和老公林秀玲接力赏了9个巴掌，邝明杰整个被打趴在的崩溃哭，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？邝明杰除了作恶多端外，更无意间曝光儿子 GMO 是私生子，根本就是他和前任的儿子 GMO 假太子的身份即将曝光。日前林轩瑜得知阿嬷有猛暴性肝炎，没有换肝会有生命危险，唯一符合的他决定要捐肝。捐肝仪式，林家长孙 GMO 却不符合，生母邝明杰也一脸诡异甚至紧张， GMO 也抱气认为自己很像外人。画面一转，邝明杰却求神希望能继续维持秘密，看来 GMO 也是私生子，身世疑云，在林家还有一颗未爆弹，剧情精彩可期。邝明杰除了欺负老公前任女儿外，似乎自己生的儿子 GMO 饰演也是跟前任生的儿子，当初他靠儿子上位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而在最新剧情中，邝明杰和前任起了争执， GMO 前来救援妈妈，前任陈瑞饰演竟然拿刀要杀害 GMO， 邝明杰一时紧张，不行，他是你的，但此时却被打断，让网友惊呼，这应该就是私生子了， GMO 好可怜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